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。在昨天下午，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公布了体操、蹦床、艺术体操项目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大名单。体操项目当中，男子体操正选队员是邹静媛、张博恒、刘洋、肖若腾、孙伟；女子体操正选队员是邱吉媛、周雅琴、欧玉珊、张怡涵、罗欢。蹦床项目中，男子蹦床正选队员是严浪宇、王子赛；女子蹦床正选队员是胡一成、朱雪莹。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正选队员是郭琪琪、郝婷、黄章、佳阳、王兰静、丁欣怡。王子璐将参加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角逐。